各位早晨，歡迎收睇一節天氣，我係蔡子純。一股清勁至到強風程度嘅偏東氣流正係影響住廣東沿岸。同一股偏東氣流相關嘅一啲雲帶咧，喺衛星影像上面其實都幾明顯，正係覆蓋住廣東沿岸地區㗎。嗱，香港今日咧預計整體都會比較多雲啦，咁而朝早咧其實仲落過一啲微雨㗎。不過雨勢就唔係咁大，咁見到咧由午夜去到朝早嘅七點，香港部分地區錄得一兩毫米嘅雨量。至於氣温方面，去到今朝早嘅七點鐘左右，見到香港各區嘅氣温普遍都係喺二十度左右。我哋預計香港今日嘅天氣咧就冇琴日咁暖啦，咁將會係多雲，早晚咧會有幾陣嘅微雨，咁初頭會有薄霧，而日間嘅氣温咧會徘徊喺二十一度左右，會吹住和緩至到清勁嘅偏東風，而離岸係間中吹強風。咁展望啊，喺週末嘅時候咧，天氣温暖，早晚沿岸有霧，咁而下個禮拜頭天氣咧就會較涼。一節聽講到呢度，下次再見。